八年的时间，真的可以查出很多事情。绝对不打算放弃。我已经准备好8年，我已经决定向我父亲8年。 现在我看你遵循的八年决定下去。你说你啊，现在好了吧？一个人孤零零躺在这儿，也没人管你。我从一开始就说了，8年前输掉了我在美国，输掉了舒扬，我甚至都不能跟他联系。你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敌人？在幕后操控一切的是何栋。你要帮我们一场戏。 这个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计划。你知道，我永远都是站在你这边。这样太危险，放心吧。变化永远都跟着我的计划走。如果你一定要去的话，必须得有准备。我没看出来，今天晚上一切都是我计划好的。这是什么？看来你问。 唯一可以救他的只有我，我就是也想让他尝一尝受到威胁和操控的感觉。中国有句古话，时间就是金钱。我警告你，你别碰他。你是。